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医生观》。我们在门诊呢看到病人，如果是譬如说脖子有一个长一块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啊，都会比较担心了、啊。因为我想大家这个医学常识啊也非常好，因为知道这个有非常复杂的血管神经啊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啊，所以如果我们要动刀把那个地方拿掉的时候，当然家属会担心，病人会担心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仔细的去解释这个肿瘤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啊，是会深入皮下到肌肉到靠近气管那个大血管附近呢，还是只是在皮肤底下，那么相对应我们需要去担心的事情会差很多。那譬如说像这样子一个十几岁的一个小朋友，那么在脖子这个地方有点鼓起来的一个状况，这个在脖子这地方鼓起来，那么这个跟吞口水又会有明显的一个联动关系啊，意思就是他吞口水的时候，这个东西会往上啊，然后又会再回复成正常的一个位置啊，所以会蛮担心的。而且这个有时候啊，在这个病人是没有，有的病人他会破掉。破掉以后，哎，好像消掉，过一阵子，哎，它又鼓起来，哎，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这是甲状腺跟我们喉咙这个地方啊，我们正常的时候，在小 baby 的时候，甲状腺它是在住在楼上的，那么等到慢慢的要成熟，要变成胎儿，要生产的时候，它慢慢的降下来，到楼下去了，所以楼上到楼下这个过程中，啊，我们有。这个好像演化的一个这个胚胎的形成演化的过程中的一个遗迹在那个位置啊，那就叫做一个瘘管。正常我们会闭合，如果没有闭合就形成一个瘘管。那或者说闭合以后一端在这个地方，两端闭合中间在地方有分泌，它就形成一个囊肿。所以这就是这个病人形成这个囊肿，有的会破掉，那造成那样的一个这个反复性破然后又肿起来的一个状况。所以找到这个原因，我们就要跟病人解释说，这个要开刀的时候，我们要找到这个除了这个以外下端跟上端往上通的一个位置，我们都要搞得很清楚的一个状况之下把它整个拿下来，这个病人才会避免它复发的状况。所以有时候一个皮下的一个东西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呢，我们都要用心的去思量，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那么皮下地底下的一个东西啊，我们知道这边是欧洲大陆，这是法国跟伦敦这个地方英国之间有海底隧道，这多佛港，这是卡莱港，卡莱港，这是法国的卡莱，加莱这个多佛，那在这样的一个位置里面，它有海底隧道可以通过，但是这是英法之间距离最近的一个地方，所以英法之间有很多的一个冲突啊。那么这个冲突的一个过程中，这两个城镇呢，也就成为当时啊有很多战争在那个地方啊影响啊。话说这个14世纪啊，爱德华三世，这英国皇帝爱德华三世，大部分都是英国被打，他能够打回法国的不多，他是其中之一啊。英法百年战争啊，打了百年呢，就像人跟人之间啊，那实在这个仇恨不可代天那样的一个状况啊，从古到今呢、啊，大概都是这样子啊。打了100年还是在打，打了以后他把那个加莱港包围起来，包围了11个月，那这个实在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包围11个月，然后。眼见就已经要把加莱给他攻占了，那这时候爱德华三世就是放出一个条件说，你这个加莱港里面的找出6个人自愿出来替代这个全体的一个居民来受罪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进城把你们攻占以后，不把它做屠城全部杀光的那样的一个恐怖的血腥的一个状况啊。这个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在加莱这个城市后来庆祝到他们的一个成立不知道多久的一个时间里面，就请法国的雕刻家罗丹呢、把这样的一个景象这个故事给他
雕刻出来，所以他要想象出那六个义士啊，哎，这样子啊，从容赴义啊，那样的一个情形啊，那真的是非常慷慨激昂的那个景象吗？他选的一个情形显然不是啊，比较有人性的去呈现啊，是知道这个对自己是真的是，好像是理性的选择，但是也是非常悲痛、沉重、无言的结局啊。所以真的是罗丹啊，这个描绘的非常深刻。所以在加莱这个地方，他到底后续结局怎么样？历史版本呢有不一样，有的说爱德华三世这时候正好，要他皇后要生产，所以皇后就跟国王讲说，这个为了将来的王子啊，我们要积点功德，不管是用什么方式啊，就是要让这个王子得到好的庇荫，所以不要这样杀人啊。有一说是这样，我们宁可相信这样。不过加莱港那个港口的一个这个风雨啊，我们从另外一位画作里面，这十九世纪泰勒，英国的画家泰勒，也可以感受得到那个港口中的波涛汹涌啊。你看看这个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是在港口没有错啊，那有好多有几艘的一个船在那样的一个位置。那这个船你可以看得到，这个是显然这是渡轮，以前没有海底隧道，但是两边要交通有做渡轮。可是渡轮跟这个渔船之间，你看看就在这样的一个位置里面，很容易啊就会彼此之间有一些擦撞。再加上如果风云变色的话，波涛汹涌的话，那么造成的一个影响当然就是非常大。所以我们对于大自然界的一个尊敬啊，泰勒透过他的一个画笔啊，尤其你看看海浪，就只是白色的颜料在这个灰色的那个地方去涂抹的情形啊，可是就可以看得到那种波涛汹涌啊，那个确实影响当时的一个状况啊，这个安危的一个状况是非常大的一个情形。所以我们对于身体的一个运作波涛汹涌能不能尽量避免，任何事情能够风平浪静，这是永远最好的一件事情啊。80岁的一个男性病人，那出现的一个状况就是肚子痛啊，有点烧，那给他抽血检查起来，白血球也比较高的一个状况。那么肚子痛，我们要想的事情很多，尤其是肠胃道是永远是第一个要想的事情啊，要摸摸看，压压看，看看是不是局部有腹膜炎的情形。如果有腹膜炎，局部的压痛会很明显，他这个也不像。然后问他有没有之前有没有胃溃疡的这个病史，也没有。这个肠胃道也没有开过刀等等的一个状况啊。但是大家现在急诊的医师啊等等超音波的一些检查是非常重要的。一检查肚子看下的里面没有什么发炎，但是后腹腔的地方看起来怪怪的，进一步再做电脑断层，这是从正面来看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血流系统，这个都是有从主动脉到腹部然后到下肢，这个我们从聚焦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块，这是正常这样过来，这里不对啊。意思就是说，我们正常的时候这样过来的时候，它这个血管在这里已经变成一个动脉瘤，那有点破裂的一个状况，在腹部往下肢通过去的一个地方，也就是往这个地方过去的一个地方，在这里它有点破裂出去，破裂这个出去，但是因为它是在后腹腔里面，所以它不是直接破到肚子里面的腹腔啊，所以它不会引起腹膜炎，但是局部在那个地方也容易会引起有一些我们发炎指数会升高、白血球会升高的状况，肚子啊闷闷深部疼痛的一个情形会产生出来，所以这个诊断是非常重要，能够及早的一个诊断，就知道其实它这个背后的一个原理。发生的原因还是因为动脉硬化，动脉硬化让这个血管的一个这个坚韧度变成不好的一个状况之下，弹性不好的情况下，它就有可能破裂。这是从侧面来横切面来看的时候，这个血管破到外面这个地方来，然后这个要怎么做什么样的处理啊？就很像类似我们做心导管手术一样啊，要把这个管子啊，心导管放到这个地方，然后用支架给它撑起来的一个状况啊，这一样用支架把这个。要破出去的那个洞口啊，重新再给它塞起来的一个状况，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它放的一个位置，因为它已经分成两只，所以要从这两只都去把这一边的这个能够破出去的一个位置啊，给它做一些这个稳定的一个动作。那病人因为年纪大，后续要照顾心肺功能的照顾啊，也都是啊，也比较波涛汹涌，还好最后是平安无事。感谢您收看，再会。